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印度小院。上次去日本买了个这个泡岛的那个球，它是葡萄味的。然后呢，它这里面有很多种透明的小装饰，它是藏在里面的，就是一个浴球盲盒，泡出来是啥就是啥。今天呢，我正好要泡个澡，来试一下。还是美少女公主系列的，已经拆开了，有声音，好香。好，现在就扔下去。啊！马上，哇，这个颜色好看。等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玩具出来啊？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还在融化？嗯，快了快了，黄色的一个东西。这怎么跟毒气一样？化不了，会的，慢慢的，快出来了。啊！它会跑，就是这个小戒指，是个戒指。嗯。哦，那首先让它融化完了。好，全部融化完了，看一下。哇，是一个。嗯，黄色的像菊花一样的戒指，这里面有个，哦，还有这个，我就说这声音是啥，原来是这个，里面还有几颗小珠子，彩色的，所以摇的时候会有声音。哦，真不错，请慢慢享用你的浴缸水。这水真的是，怎么了？葡萄味的哦。